那么学佛为什么用儒做根本呢？净业三福第一句讲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这两句怎么做？弟子规做到了，这两句就圆满了。所以这两句就落实在弟子规。你弟子规没有做到，这两句是口号，没有内容。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。感应篇做到了。佛这一句教诲业你就落实了。后面再修十善业。十善业是建立在弟子规跟感应篇的基础上。没有前面这两种，十善业你做不到啊。做不到你不是佛弟子。你自己以为是佛弟子，佛学生名册里头没有你，你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通通能做到了，真佛弟子。所以这个戒律不能不持。破戒是什么？破戒是造业。我这样说你就更清楚，印象更深了。持戒就不造罪业。不持戒就造业。那造业的果报在三途啊。不能不知道。后面这个四句是对治我们最严重的烦恼，我们修行不能成就的。忍辱至成慧，这个烦恼中啊，是火烧功德林啊，成慧是火。你这一生你修集的多少功德，学佛几十年了，都要问问你什么时候到现在没发脾气。如果昨天发了一场脾气，你的功德从昨天到今天，为什么以前呢？以前烧光了，一个脾气一发全完了。功德很不容易成就，福德不会，成会火不烧福德，烧功德。为什么？功德是清净心呐，清净平等觉是功德了。你一发脾气，心就乱了，你清净心就没有了。这功德是非常不容易有。破坏功德第一个因素就是嗔恚。所以佛教给我们要忍。忍在古时候从小就学忍。要学包容，要学忍。要学让。忍让通常是连在一起的。最初是叫你忍让。然后慢慢进步了
要晓得谦让，谦虚，谦让。到最高的境界是礼让。都从忍辱波罗蜜得到的。布施是修这功德了。忍辱是保持功德不失掉啊。喜欢布施也喜欢发脾气。这样的果报在哪里呢？多半就当魔王去了。阿修罗。罗刹魔王。他也有很大的势力。为什么呢？他修布施。为什么会变成魔王？他有成慧。可是魔也好。阿修罗也好，你要晓得。他也是圣极一时，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了？都到阿鼻地狱去了。所以他是一时兴旺起来，下一时又堕落了。你这样看起来，你这多可怜啊！好景不长啊，他保不住啊。做阿修罗做魔王时，你说他做多少业，他害多少人。所以忍辱不能不修。这个辱是特别对中国人讲的。中国人对这个字看得很重。你看古人所谓四，四是读书人。明理的人，士可杀不可辱，杀头没关系，侮辱不可以，这个不能忍受。所以翻经的法师，哎呀，你们中国人把辱看得这么重，忍辱，那辱都能忍了，那当然什么都可以忍了。所以本来就是忍耐的意思，这是翻经的法师。特别应中国的这个人的根性，用忍辱，对之成慧呀，精进的懈怠，许许多多人，为什么一生不能成就？毛病就懈怠，如果真能精进。成佛不难啊！你也晓得“精进”这两个字，精纯，纯一不杂叫精。同时学两样，不是精了，一样是精。专精嘛，两样三样不专了，你分心了，所以学东西只能学一样。有进无退，所以你不要瞧不起老太婆，你自以为是，老太婆念几年佛到极乐世界成佛去了，你还在搞六道轮回，你瞧不起他，你还到最后还在求他来度你。为什么他人家精进呢？就一句阿弥陀佛了。念上个三年他就做佛去了。一句佛号念三年就做佛去了。很多啊。早年在新加坡不是在香港弘法的几位老法师，地仙法师，地仙法师的学生，谭旭法师，在香港住了很多年了，往生在香港
啊，定西法师。谭老跟我们讲故事，我跟他没见过面，听到他的录音带。啊，佛七讲开示的时候，他讲锅炉匠的故事。啊，锅炉匠跟他是师兄弟，他们是同一辈分的。啊，都是地仙法师的学生。啊，锅炉匠不认识字。啊，受锅炉匠现在没人懂，啊，我懂，我看见过，啊，现在没有做这种生意的，啊，我小时候住在农村，啊，一年总会有个大概2-3次，啊，挑个担子补锅补碗，锅碗打破了，他能把它补起来，还可以使用，啊，现在没有了。为这个行业非常辛苦啊，补一个碗，补一个锅，只1-2个铜板啊，非常辛苦啊。以后他找到他的小时候的玩伴，就地仙法师啊，跟他出家，40多岁。啊，地仙法师给他说了，出家你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啊，这出家五堂功课你都学不会，人笨啊，没智慧啊，啊，结果赖着非出家不可，啊，地老给他谈条件，啊，你能够听我的，我可以接受，啊，那没有问题，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，真听话。他的成功秘诀，老实听话真干。3年了。啊，地老给他剃度了，送到宁波乡下一个小庙，破庙没人住的。啊，找这么个地方叫他住，他一个人住。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，你就念这6个字，念累了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你就接着念，不分昼夜。这个好，没压力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念的。3年，愈知时至，没有生病，站着往生的，啊，站着往生的，啊，那乡下也有几个人照顾他的，几个老太婆照顾他的，啊，看到他站在那里死了，乡下人没见过，人怎么会站着死的？啊，赶紧派人到关中寺去报信，啊，就去报告。地仙法师，地仙法师是他师父，报告他，地仙法师赶回来，那时候走路没交通工具，走去一天，走回来一天，3天，他死了人站3天，地仙法师给他办后事，赞叹他，佩服你的成就，现在这个世界许多名山方丈住持弘法利身的大法师跟你相比差远了，都比不上你，你去做佛去了，人家能不能往生还没把握，那个人谁瞧得起啊？他怎么成就了？精进，就抓到这2个字，啊，我早年在台湾40多年前，啊，在佛光山教书，我在那里教了10个月，
啊，遇到山上有个长工，常年在山上做工的工人，啊，因为他的建筑啊是几十年来都不断，啊，天天都有建筑工程。在有一天晚上，月光非常好，啊，他这个山上有个小池塘，我们在小池旁塘旁边，大概有十几个同学，啊，在那里谈佛法。哎，这个工人看他走到我们圈子里来，也坐下了。哎，他给我们讲故事，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是他的邻居，一个老太婆，啊。去年，或者是那个时候一年，去年念佛往生，站着走的，就念三年。啊，老太婆非常慈悲，人非常好。啊，佛法也不太懂，啊，他拜神，菩萨什么都拜。啊，他也不知道什么都拜。啊，他三年前娶了个媳妇，媳妇懂得佛法，劝他老人家不要乱拜，不要到外面去拜了。啊，家里面设个佛堂，供西方三圣，专念阿弥陀佛，专拜阿弥陀佛。哎，这个老人有善根，听话。啊，他就真这么干。你看，在家里的时候。念了三年阿弥陀佛，啊，往生的那一天晚上走的，啊，吃完饭的时候，啊，儿子媳妇非常孝顺，啊，跟他儿媳妇讲，不要等他吃完饭，叫他去洗个澡，啊，可是儿子媳妇还是等他，等了很久啊，没出来，奇怪，今天洗澡怎么洗那么久？去看看，真的洗了澡。啊，在叫他没人答应，最后看到他站在小佛堂，面对着佛像，穿着海青，拿着念珠，喊他的时候不答应，看了他走了，站着走的。这个工人告诉我们，念佛不得了啊，真的不是假的，你们都要好好的念佛了。完了，工人替我们上了一课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。啊，这是邻居亲眼看见的，一点不假。啊，前几年我在高雄，我还问问的时候，有没有同学知道这个事情？有，还有几个人对这个事情很清楚。你看，精进三年，到极乐世界做佛去了。不跟你们玩了，你们这儿不好玩，到极乐世界去了。你只要把这两个字抓到了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？啊，所以一切功夫不能成就，都在懈怠。啊，禅定之三乱。啊。禅定，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，就是预备功夫。啊，凡事不能忍，你心怎么能定下来？啊，你要想心定下来，什么都能忍。啊，要真正做到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啊，我看了，我听了，我接触到了，只有恭敬心、感恩的心，啊，决定没有轻慢，心永远保持在清净，不能受外面境界影响。慢慢就得定了，这个地方的禅定就是我们这个经题后半部里面讲的
清净平等觉，这都是属于禅定。啊，定中有慧，慧中有定。啊，智慧至于痴啊。啊，没有智慧就是愚痴，有愚痴就没有智慧。啊，智慧从哪里来？智慧从定当中来，就从清净心来。心浮躁，心不清净，要晓得它生什么？它生烦恼，它不生智慧。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我们一般读书人用功的人，他生不生什么生知识，不是智慧。啊，想到的时候，啊，读这个书的时候，豁然有自己的想法。啊，自以为是智慧，实际上它不是智慧，它是知识。啊，他这个悟是知识里头的悟，不是禅定里头的悟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辨别，真实智慧里头不生烦恼。啊，我们读书常常觉得有悟处，自己很欢喜，那欢喜就是烦恼，它不是法喜。啊，欢喜当中又很得意，啊，那就是烦恼啊！啊，有骄慢，啊，别人不如我，这烦恼啊！那智慧里面呢，它所表现的谦虚、恭敬、感恩。不一样啊，那么我们自己的反应自己要知道啊，是属于哪一种的反应啊，就能辨别出啊，我们是不是真的在菩萨道上。常行六度啊，就是四弘誓愿兑现了，烦恼真的断掉了啊。我们平常念的这个四句偈是烦恼无尽誓愿断啊，他这里用的无边，意思是一样的。自觉觉他，以己之觉普觉众生，以己之行啊导引众生，以己之德了回向众生，世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真干，真落实啊！表现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啊。啊，表现在工作，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。啊，这什么？这就是菩萨的样子，觉悟的样子。啊，不管人家愿不愿意给我们学，我们就是这种表现，这就对了，潜移默化了。啊，善根深厚的人，转变就很快；迟钝的人，转变会慢一点。啊，自己不要有这个念头。有这个念头就错了，啊，没有这个念头
一切都顺其自然。啊，自然的感化。啊，自己没有一丝毫意识在其中。啊，我做给别人看，哦，我要让别人跟我学的念错了，这就烦恼。这就不是真的。啊，真的只知道自己这样做。绝不去要求别人。啊，别人也能这样做欢喜。啊，鼓励他。称赞他。啊，他没有这么做法的时候，或者是还讥笑我们，我们也笑笑的回应他，感恩他，我做的不够啊，不够好，还没有感动你，你没有错，我错了，这样才对呀。啊，故下云未度有情便得度，一度之者是成佛。啊，未度没有善根，没有接触到佛法的，要帮助他。啊，要把这样殊胜的法门介绍给他。对，未度有情便得度。真实的例子要讲给他听啊！啊，我们晓得，有许多年轻人真正想学佛，希望自己能够像菩萨一样真济福祸啊，帮助众生啊，想学经教。没有机会啊！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我们自己的福报不够吗？哦，我在过去生中有三次这种缘分啊，福报不够。都没做成功。现在这么大的年岁了，还有没有这个福报呢？我想没有了。那真正想学佛的人，现在这个网络卫星这个工具很好，无缘佛界。我们利用这个工具在一起学习，只要你真正能够做到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你决定成就。啊，刘素云居士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榜样。啊，你懂得真正懂得精进的道理，我就一门深入，我就学一部经。啊，就一句阿弥陀佛，我认真干十年，不妨碍工作。啊，工作照干。啊，工作一放下，我的佛号就提起来。啊，每一天至少有两三个小时听经，这个比什么都重要。没有时间，早晨早一点起来，晚上晚一点睡觉。啊，一天能够保持四个小时听经，十年不中断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啊，每一天听经不少于四个小时，就听一部，不要换第二部。
为什么呢？又不能得定啊，换来换去的时候，定就没有了，定没有了，慧也没有了，你就难了，你乱掉了啊！你一步是在定中啊，你不改变啊，所以不能好高骛远，不能贪多啊。圣年开悟了。悟了以后，所有一切经论你一接触就通了，你看这个便宜可占大了啊！你要想学的时候，你一年学一部经，十年学十部，十部都很平平常常的，没有接触的东西，你十年搞一部啊，那十部全通了，步步都是接触，都了不起。你要是真正懂得这个道理，明了事实真相，你对古人就磕头了，你不能不佩服。他的方法实在太妙了。啊，今天什么科学方法论，没有法子跟人比啊。啊，他的方法是开发你自信的般若智慧。开发你自信的德能相好，千百年的经验，我们不相信，相信现代人外国人搞的这些东西，啊，要学许许多多东西的时候，搞了一辈子，搞得很辛苦。啊，一样都没搞好，就错了。啊，这是中国古人所说的，不听老人言呢，吃亏在眼前。啊，等到你觉悟的时候，你后悔莫及，你的时间过去了，年岁太大了，不行。啊，好好把心定下来，十年搞一样。啊，你看看人家求往生净土，去求做佛，只要三年。啊，讲的这两个例子，将军像这老太婆，没人瞧得起他。锅炉匠谁瞧得起他？哎，都是三年。啊，他们什么？他们没有进，他就一句佛号，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，就这六个字就行了。啊，三年就做佛了。谁能比得上啊？啊，一度之间呢，帮助他成佛。就是他已经学佛的人，一定把净土法门教他，成佛快呀、啊！他真想成佛，那真容易，一点都不难啊！啊，对于这个世间毫无留恋，对于这个世间充满了感恩，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人对我念佛往生成佛。都做出了贡献，我怎么能不感恩？所以你要知恩，你才会报恩啊！对你做出许多贡献，你不知道啊，你不知恩啊，所以你也就不会报恩，知恩就会报恩。为什么？一切众生所作所为给我们看的，提高我们的境界啊！他做的善的，我们要好好学他；不善的，看看自己有没有，没有很好，有赶快改过来啊！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
所以人人都是好人，事事都是好事啊！这个世界的混乱啊，地球灾变这么多啊，对我们都有恩德，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很美满的，我们应该到极乐世界去。如果这个世界很好，我往生极乐世界还没有信心，他不想去啊，这还有值得留念。现在世界变成这样，感觉到没有什么好留念的，赶紧走吧。你看山河大地对我们都有恩德，啊，知恩我们才会报恩啊，人人对我都有恩啊，花草树木山河大地对我都是有恩的。那我们每天做早晚课，对山河大地花草树木要礼拜啊，真迹符合，细灯彼岸，此至四句，十摄四弘誓愿。啊，这个四句偈，四弘誓愿都在其中。啊，从常行布施就戒愿，啊，到一度智者是成佛。后面还有两句，坚求正觉啊，要发这个坚固的心。假令供养恒沙身，不如坚勇求正觉。为什么？成佛度众生才叫圆满，这个正觉就是成佛啊！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真念佛往生的人，我们对他献上最高的崇敬，我们跟他相比确实差太多了，人家真的去做佛去了啊！将军像那老太太走的时候不告诉家人，我们能懂得他的意思，告诉恐怕家人扰乱他，不讲不告诉你啊，自自在在走啊，没有一个人扰乱了啊。往生极乐世界给他们说，这里一断气神识就走了，他不经过中阴啊，他跟一般人不一样，一般人通过中阴啊，升天的人福报大也没有中阴啊，三种人没有中阴，念佛往生没有中阴啊，升天没有中阴，堕阿鼻地狱没有中阴啊，其他都有中阴身，只有49天中阴身，这个没有，一断气就走了。表现的瑞相是，那就是给大家看，告诉你，你看看三年的成就，一点不假。啊，这就是他现身说法了。啊，不用言语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恒沙者，指印度恒河之沙，因恒河沙多。又因大众眼见，故佛常引以喻
因为欲啊，佛讲这个数量之多啊，都讲恒河沙啊，因为大家常常看见世尊一生在恒河两岸讲经教学的时间很长啊。我们知道佛那个时候居无定所，他们过的是游牧生活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啊，无论走到哪里，看到树林里面的时候，他都可以能住下来啊。所以恒河两岸住的时间很长啊，都在这个范围之内。所以举数目之多了，都用恒河沙。恒河沙确实很细啊，像面粉一样，比我们这边沙细啊。他们到这个印度去观光旅游，用小瓶子装了恒河沙，装来给我送给我看，像面粉一样。文意为假令供养如恒河沙数无量诸佛，不如求正觉，坚勇而不屈。啊，这两句话啊，不如求正觉，坚勇而不怯，这是汉译的原文。啊，今此经文正于华严普贤行普贤行愿品一位。啊，行愿品里头有这么一段经文。啊，行愿品曰：善男子，诸供养中所谓如设修行供养，利益众生供养，摄受众生供养，待众生苦供养，勤修善根供养，不舍菩萨业供养，不离菩提心供养。善男子，如前供养无量功德，彼发供养一念功德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百千居止诺由他分，伽罗分，算身分，速身欲分，优婆尼沙头分，亦不及一。何以故？以助如来尊重法故，如设修行出生诸佛故。若菩萨行法供养，则得成就供养如来。如是修行，是真供养故。这是一段是华严经典行愿品的经文。下面说，以坚勇求正觉，是法供养，是真供养，供养中罪也，故甚于以余物供养恒沙诸甚，这就是恒沙诸佛，这个意思。不能比啊。啊，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心求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这个心超过所有一切供养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是一切诸佛如来对于我们这些众生呢，念念期望，真的是垂着手接引我们，希望你们赶快来。啊，就像父母对于小孩一样啊，啊，垂着手叫你赶快来，小孩在玩得高兴的。啊，他不想回来呀！啊，真听话的时候回来，说父母心都欢喜。
我们从这能体会到一点，啊，这一段经文很重要。啊，你看经页开端，善男子，包括善女人。这善是善什么意思？真正落实是善业，持戒修行的人，这才是善男子啊！敬业三福第一愿，就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的标准。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。啊，佛经上讲的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这是标准啊。没有做到，那佛经上讲的就我们就没份了，讲的是别人的。我们真正把这个做到了，展开佛经，佛上称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就有我一份在里头。啊，诸供养中法供养最，法供养里面最重要的是如说修行供养，这是最重要的一句。啊，佛怎么说我就怎么干。啊，如说修行供养啊。这一句是主要的。啊，那我们遵守的最高指导原则是敬业三福。敬业三福除了第一条，啊，这个四句，我们要如说修行。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。啊，第二条三句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第三句是四句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啊，这是净宗法门最高指导原则。我们有没有如说修行？如说修行，这就是供养诸佛如来啊，供养弥陀，供养释迦。啊，真正做到落实了，那我们这个好样子就利益众生了。啊，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工作待人接物，啊，我们把它做出来，这是供养利益一切众生。在中国传统教育当中，啊，中国的教育是在讲最高的原则，也就是四科。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，你要是做出来了，那我们是供养老祖宗啊！利益中华民族啊！真的不是假的，这是对得起祖宗啊！很简单，很容易记。啊，越是真理就越简单，绝对不是麻烦。五伦是讲关系，讲义务，
这你应该要做的。啊，父慈有亲，父慈子孝啊。啊，夫妇有别。古时候，男主外，女主内，不是不平等。啊，是夫妇结合，建立一个家庭，它最重要的有两桩事情。第一个是物质生活，啊，你总得要吃饭穿衣，你物质生活不能没有啊。男子外出谋生，肩负起家庭经济生活，啊，女子主内，最重要的教下一代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了。啊，后不是说你有儿女，那个不算的。啊，后是什么呢？你家里有圣贤的儿女，圣贤儿女是母亲教出来的。那在中国历史上，三太就是模范。啊，周家开国这三位夫人，啊，周文王的祖母、母亲跟他自己的夫人，啊，所以中国人称妻子为太太，这个典故就从这来。啊，周家这三个，文王的祖母太姜，母亲太任，他自己的夫人叫太姒，这都有个太子。啊，太太从这儿来的，圣人啊。啊，你看他们家里，王姬、文王、武王、周公。都是大圣人啊！孔子心目当中最敬仰的就这几个啊，所以家人家及下一代要出人才啊！人才里都是讲求是圣贤。啊，母亲在家里也把小孩说带成圣贤了，啊，那就是教伦理、教道德、教因果。你说这个责任多大？啊，比赚钱养家那个责任大的太多了。啊，出一个圣人，不是你一家的荣耀啊，一国的荣耀，一个族群的荣耀，乃至于全世界的荣耀。你说这个使命多伟大啊！现在没人晓得，也没人讲了啊！这是夫妇有别，不同的任务啊！这些都是让我深深去思考。啊，君臣有义。啊，君仁臣忠。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就讲关系啊，教这个东西啊。无常是根本的德行。啊，常就是恒常。永远不变，不能一刻离开的。古人讲不可以须臾离开的啊，这是道德啊。第一个是仁，第二个是义，礼智信。啊，做人基本的道德，
仁者爱人啊，这个爱就是父子有亲，那个亲爱发扬光大。这种爱是自信的，不是从哪里学来，是自己的天性啊，所以不可以不知道。今天时间又到了啊，这个法供养是非常非常重要，我们明天再细说啊，这是我们学佛的大根大本。